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说呢？ 你以为我真的中了这只杯中的迷药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，为什么每次喝了你给我端来的茶，我就会立刻感到困倦，而且有时竟能睡上一个对时？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这茶中有鬼，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终于让我发现了你的秘密。 放进茶碗，是，多放一些，放到里面。 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，你委身于我前进侯府，定有所图。为了查清你真正的目的和身份，我对此事一直隐忍不言，只是暗中观察。我发现你对这座后堂很感兴趣，没事你就会在这儿转上一转。于是，我故意让你发现后堂中的暗门，你果然中计，屡屡潜入。 然而，你的行踪则早已被暗中蛰伏的张毅看在了眼里。今日你落在本侯的手中，我劝你实话实说，还能够落个全尸，否则我定会让你尝尽诸般酷刑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哼，自从我进入这侯府之内，早已是生不如死。 愿只怨我自己疏忽大意，未嫁提防，这才中了你这奸贼的诡计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，要杀要剐，随你的便。哼，没那么便宜，你在找什么？哼，这一点你心里最清楚，那是一件能让你抄家灭门的东西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你一定是皇国公逆党的余孽吧？哼。 亏你还有脸提起皇国公，薛青离，你这个见利忘义、卖主求荣的恶贼，我真恨不得生食而肉。哼哼，小云，你有种！既然你能够在我的茶碗之中下入迷药，为什么不干脆将我毒死呢？说句实话，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，对你薛青离都是食肉寝皮之恨。 可惜我小云无能，无法报家族大仇。姓薛的，你想一想，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？果然是李氏的余孽。那个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的刺客，是你的同伙吧？哼，什么刺客？你这臭娘们！ 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，快说！刺客是谁？现在哪里？不说我打死你！哎呦，罢了罢了，将他暂押暗室之中。走走，快走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个臭女人，老吴啊，我敢肯定，那个杀害四弟和六弟的凶手，定是他的同谋。大哥。 您先不要着急，小云已落入咱们的垢中。难道还怕刺客跑了？小弟要好好思忖一番，定下一个万全之策。我一定要将那个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生擒活捻。要哥哥做什么？大哥，您先回去休息吧。如果需要，小弟会请您前来商议，好吗？好。宋大老爷回房安歇。是。 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